我们今天非常的热闹哈，为什么会热闹呢？因为我们有台北二十二位弟兄姊妹们，与我们一同参加这个长青集条，所以我们是非常的热闹，也非常的喜乐。好，感谢主，我们来到今天的进度哈，就是这个月是第六篇。神对召会所完成的工作，来，我们再读一次，神对召会所完成的工作。好，有两处的圣经，我们一起来读，以弗所书一章十到五节。好，就如他在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爱里，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没有瑕疵。按着他意愿所喜悦的，预定了我们，借着耶稣基督和儿子的名分，归于他自己。好，再去第一组啊，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九节。没有人认不自己的身体，总是保养不息，正像基督在召会一样。那神对召会所完成的工作啊，这里说有三十六个动词是已经完成式啊，以完成式的方式来写的。好，那我们所读的圣经这里说，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怎样拣选了我们，后面又说按照他的意愿所喜悦的预定了我们。然后以弗所一章二十九节说，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，总是保养不息，正像基督在召会一样。这里讲到不息，明白？好，那接着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。神在召会身上所已经完成的工作，所以在原文里面，这里有三十个动词都是完成式的。因为很多哈，所以我只提了九个点。那因为我们这个月我们都有，所以我就不再赘述许多哈。我只讲三个点，一个叫做得救，一个叫做和好，一个叫做活过来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不是得救的人啊？得救的人就会有一些的改变。像李丁说，他十五岁到十七岁。他是喜欢踢足球的，他得救以后呢，他就不再踢了，球到他前面，他的脚就踢不出去。那我们有一些师母哦，他听过福音，他得救了，他喜欢打麻将，那喜欢打麻将，他会不会改变啊？会。那他电话一响。说来哦，我们来打麻将哦。他就向着祷告说，主啊，让我去赌一次吧，让我赢的钱啊，把这个钱奉献给你。啊，不祷告还好，他祷告去了以后回来全部输光光。所以他说，哎，不要再赌了，是主不要我赌了。所以从此以后他就不再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得救的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的改变。像我的得救哈，我要去跟一个弟兄辩，然后我脚一踩进去，他就跟我说，人心万物都诡诈，谁能识透？他怎么知道我要跟他辩呢？然后他就继续讲继续讲，那越讲越多，讲到最后我不晓得他在讲什么。
最后他说什么？我们要呼求主的名，哦，主耶稣。他说要呼求主的名，弟兄姊妹，我只说哦，要呼求主的名了，我里面就满了喜乐。阿门。所以我以前拜的很奇妙，我里面就有改变。我说我以前拜的都是偶像，只有耶稣基督才是真神。阿门。阿门。奇妙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得救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的改变。那改变以后呢，我们要与神和好。我们得救以后，我们有没有与神和好啊？有。以前我们没有得救以前，我们是以神为敌为主。所以我已经在这里做过见证啊，这个浸信会的墙上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当我读到这句话，当我看见这句话的时候，我里面就满了喜乐。我没有得救以前，我看见这一句话，我说我谁的口气那么大，所以我就没有与神和好。但是我一直读圣经，我就认为神所说的话是真理，是我们的生命的信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得救以后，我们要与神和好，明白？那神说了一些话，虽然很简单，但是它的意义非常的深厚。比如说主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，我们到主这里来就必怎么样，得安息。这句话简不简单啊？很简单。你说的你可以说吗？不行。所以连小学生都知道的知识，我们没有办法讲。所以主耶稣在地上讲的话都非常的简短，还非常的浅，小学生都可以，但是我们说不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的说话就是我们的生命的信息。所以我们在地上啊，我们不光得救，我们还要与神和好。阿门。那不光要与神和好，而且我们还要活过来。什么叫做活过来呢？我们没有信主以前，我们的灵是死的。我们认为宇宙就是没有神。我们说有神，那只不过是那个偶像。我们中国人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嘛，对不对？那是错的。举头三尺有神明，那个是偶像，不是指神说的。所以我得救以后啊，这个邻居就跟我妈妈说啊，你儿子怎么得救了呢？你去问他的前世吧。我妈妈就到黄岩庙那边去问完了一个月，一个礼拜都不告诉我。后来我问他说：“啊，你去问的怎么样啊？”啊，他说不要问了。他说那个鸡头毛，哇，很久很久都答不出来。到最后跟我妈妈说：“哦，不用担心你的儿子啊，有天上的宝座做宝座的在保护他。”哦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宝座的那一位来保护我？阿弥陀佛，感谢阿们。所以我们与神和好以后，有神在保护。神是那灵，那灵在哪里呢？不是在三层天，不是在这个山尺上，它是在宝座上。而且今天不光在宝座上，也在我们的灵里。所以神在我们灵里，无论我们到哪里去，你能够逃过他？你做任何的事，你可以瞒过他吗？对，不可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召会生活中啊，我们要尊他为主为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得救以后，我们还要和好，我们还要活过来。那基督是赐生命的灵，生命的力，生命的感觉，生命的交通，所有生命的事都在我们的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都得救了，我们与神和好了，我们更是活过了。那我们活过来之后，我们该做什么？我们得救以后，我们要过正确的召会生活。有人说啊，我们得救只不过是出生而已。出生以后呢，没有任何的缺少，也不需要加添什么。所以有的人说，我要是有三只手更好。请问那只手你要绑哪里摆？摆这边吗？很难看。摆前面吗？更难看。摆后面呢，你睡觉的时候会把它压倒，所以你多一只手是没有用的。
所以我们要做什么？我们要渴慕神的话，借着神的话，我们在生命和性情上才能够慢慢的长大，那个建造基督的身体，等主回来那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都得救了，我们有没有过教会生活啊？所以外邦人说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，但是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，夕阳无限好，黄昏更美丽。弟兄姊妹，你来聚会是不是美丽啊？你在这里有感觉，为主说话，把主说出来，把主说到人里面，是不是更美丽啊？你去传福音是不是更美丽啊？你去喂养人，去成全人，是不是更美丽啊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过正常的召会生活，国主与我们同在。那我们奉献财物是不是更美丽啊？所以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，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功能和功用，我们只要把它发展出来，基督的身体就要渐渐的被在爱里被建造起来。阿们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你的恩赐啊？有。你的恩赐是什么？你在各区里面，你都有你的恩赐。第一，你来聚会就是个榜样。阿们。你若不来聚会，任何榜样都没有。所以我们来聚会啊，不一定要说话，你只要来，你就有榜样。我刚得救没有多久，我聚会的地方啊，几乎都是年长的，只有我这一个年轻人。那我为什么会到那边去呢？因为年长的啊，非常的年长，可是他们每个祷告聚会、每个主日聚会，他们都到。虽然他们常常不说话，但是他们的来就鼓励了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各区里面，我们来聚会就成了别人的榜样。当然你不能说一辈子都不讲话，主会给你有感觉，你要为主说一点话。所以求主真是祝福我，黄昏怎么样更美丽。所以求主真是祝福我们，在叫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，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功能和功用，要把它发展出来，要吃主喝主享受主。所以最后我要说，彼得后书一章十九节说，我们要等候主的回来，叫诚心在我们心里出现。哈利路亚，求主真是祝福我们每一位，求主赞美，求主祝福我们。好，我就交通到这里了。